晨作为跑男团成员久违现身录制 DC 的视频中的他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与其他成员欢快的画风不同，他表情严肃，眉头紧锁，而有网友发现他也摘掉了戒指。而在5月30日李晨主演的电视剧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正式开机，他还戴着戒指，李晨和其他演员合影，李晨和范冰冰